爱不爱我？哎呦，你爱我？这儿放得下婴儿床，就放不下婴儿车。还有这儿，这当什么用的？还有，这里哪像新西兰呐？新西兰的坟场那么密的吗？对面就是无上庄酒吧。你想我们的小孩在不三不四的地方上校吧？你究竟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啊？我是要生 BB 的，你也太不负责任了。你说没有房不结婚的吗？我请你了。没有一百平，不结婚。不是不行，那得等个十年八年，咱们得楼换楼啊。一百平，大坑道，我给你一年的时间。那就让我把身家翻一倍了。老龙，我是爱你的。再过个十年八年之后，我都更年期了。如果做不到，我们分手。好好好，就一年。请一张 ，OK， 来快点吧。哎，钻石三这种小牌我可没有，谁拿着拿着，快出牌！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。我先出啊。哇，四张三带张 King 啊！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咋的？嘿嘿，幸亏我有同花顺压着呢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等等，我这刚好比你大一点。哇，不是第一把就这么邪门啊！啊，打幺一对六一对，哦，对左有啊！哎，先出一张大牌，哈哈，不好意思，那位输四倍，第一把就十五万，你钱带够了没有？嘿，这几天来，今天赌的最小了。衰嘢，呢啲咩衰嘢啊？我喺加拿大嗰边系衰啊，日日喺度沤，哇！点知翻到嚟仲咁开心嘅？呢度兄弟，我哋陀地嚟噶嘛，喺自己地方点发围啊？兄弟，一于留喺度，我哋一齐见证香港新时代嘅来临。
他是在试李子天权的力度。照这么来看呢，陈辉是有优势的。但是你看一下李子天啊，他体格太强壮了，打中他好像没什么影响。